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那个女孩，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，好吗？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，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应该当武师。 神奖，还卖2分钱一本呢！从此以后，我明白好人没好报，我要做坏人，我要杀的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？拿葱那个大子出来！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 还有谁？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？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，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